失智症已经是全球不可抵挡的高龄盛行状态。现在全世界每3秒就有一个失智症病人被诊断出来。在台湾，每20个老人就有一个罹患失智。2018年年底，失智症就已经超过28万人。在这其中，中重度失能又占了 44%。 很多失智症患者的家属都以为年纪大了就会忘东忘西，忽略了就医的重要性。现在的医学仍然没有办法让失智症痊愈，但是如果早期发现，是能延缓恶化，甚至有机会有效预防的。所有的神经系统退化性疾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那就是不知不觉的开始，缓缓慢慢的进展。失智症更是如此，从被医师诊断的那一天开始，失智症的病程可长达7到10年，甚至更久。我们先大致了解一下失智症的10大警讯。一、记忆力丧失到足以影响工作技能，经常忘记事情，而且事后一点也想不起来。二、连经常做的事都做不好，准备一顿饭但忘记摆出一两道菜，甚至忘记是自己煮的。三、语言表达困难，忘记简单的词汇，或是使用不恰当的字，让人听不懂句子的内容。四、搞不清楚时间和迷路，在自家附近迷路，不知身在何处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。五、判断力变差，完全忘了自己在照顾小孩，或是穿着不当，比如同时穿好几件衬衫，或是衣服里外不分。六、抽象思考障碍，处理收支的时候搞不清楚数字的来龙去脉以及如何处理。七、错置物品，把熨斗放到冰箱，或是把手表放到糖罐中。八、情绪或行为改变，喜怒无常。九、人格改变，产生戏剧性的人格转变，变得迷糊，多疑猜忌，或是害怕胆小。十、丧失斗志，变得非常被动，常常需要不断的接受诱导和鼓舞才能进入状况。其中以多数病人家属的观点来看，最早出现的症状是记忆力变不好，在熟悉的地方迷路，妄想，个性改变，失去使用器械的能力。如果发现这些问题，请尽快就医诊断。失智症可分为退化性和血管性两大类型，在一个病程里不一定只存在一种类型，年纪越大，同一时期的病症混合型就越多。退化性失智又可分为3项：阿兹海默症、路易体失智症、额颞叶退化症。阿兹海默症这个占所有失智症者总数大约6到7成，占失智症人口最大比例。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记忆力变得不好。日常生活有没有记忆障碍，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做判断。重复朗诵3个名词，经过5分钟之后，经过提示也没有办法想起刚刚那3个名词。一般而言，女性比男性得到失智症的几率更高。在多数的病症之中也有这样的倾向，女性患者的病症表现倾向挂心在照顾家庭的焦虑，而男性患者则是担忧妻子出轨。而大部分病人有许多共通性，例如近期发生的事情没有记忆，反而越久远的生活经历越能记得住，方向感或空间感变差，容易在熟悉的地方迷路，无法一心多用，语言理解出现问题，常常听话抓不到重点，这都是早期阿兹海默症病人常见的认知障碍，甚至还会出现妄想、幻觉、激动、忧郁、焦虑、游走等精神行为症状，最后会逐渐失去生活自主能力，一定要有人在旁边照顾生活起居才可以。早期失智症患者遗失的通常是短期记忆，但是对于过往的长期记忆通常会深深地埋在心中，
难以忘怀。怀旧疗法是带他们去接触年轻时长期接触的场景或者是物品，刺激他们挖掘出深层记忆，对巩固增进记忆力有一定的帮助，也能借着熟悉的场景让患者感到安心。路易体失智症是一种称为路易体的蛋白质堆积在脑细胞里面，尤其是堆积在和记忆、思考和控制运动有关的区域。增加风险的危险因子包括60岁以上男性、有家族病史、路易体失智症或是巴金森氏症。有研究指出与忧郁症也有关联，常见的病症有早期出现是幻觉、反复出现的形状、动物、人、运动障碍、巴金森氏症的症状、肌肉僵硬、运动迟缓和颤抖、自主神经系统失调、头晕、跌倒、便秘、失智，像阿兹海默症的认知障碍、睡眠困难、将做梦内容表演出来、睡眠中大喊大叫、拳打脚踢、注意力起伏、长期眼神呆滞、白天嗜睡或语无伦次、忧郁、淡漠、丧失动机和斗志。目前没有治愈的方法，只能用药物缓解一些症状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。而被诊断得了路易体失智症的病人，平均在病发后8年结束一生。额颞叶退化症，一般而言，额颞叶退化症的并发年龄多在50岁左右，但经常被误诊为是精神病或是阿兹海默症。额叶主掌思考、行为、智能、个性的主要区域，如果额叶出现退化、萎缩或是损伤，表现外在的症状多会以行为问题、个性改变，总是有一些违反善良风俗的事发生，比如在商店拿东西不付钱，在不适当的场合说不合时宜的话，比如说脏话，或是毫不遮掩地表达对性的渴望。由于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，容易造成他人的误会，对社会活动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。二、血管性失智，也称为血管性认知障碍，主要是因为脑中风或是慢性脑血管病变，造成脑部的血液循环不良，导致脑细胞死亡，然后造成智力减退，特别是在和人类记忆有关的八辈子回路中的任何一个小地方中风，就有可能引起失忆症状。在失智症照护上可以注意这几点。一、把人当作人才会去重视和了解失智的症状，然后给予合适的回应，比如面对严重失忆的阿兹海默症病人，就不要一直问他记不起来的事，因为久远记忆比较完整，反而要和他常常聊聊往事，这会让病人有尊严与自信。二、可以好好的去研究病人的前半生，才会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和行为。三、也不需要去拆穿病人的妄想，因为妄想就是病人深信不疑的错误想法，还好多半因为短期记忆力不好，这样的想法也不会持续太久。一个人会不会得阿兹海默症，在他呱呱落地的时候有65%的几率已经决定了。后天的努力可以延缓发病的年龄或是恶化的速度。失智症是可以预防的。松鼠之家《失智症大帝》这本书的作者白明奇医师提出了三动两高预防失智的口号，头脑要动，打桥牌、打麻将、玩拼字游戏，休闲运动，多参加社交活动，远足踏青，拜访亲友，有氧运动，每个星期2次以上，走路、爬山、游泳、骑自行车、柔软体操、有氧运动、瑜伽，高度学习，保持好奇心，接触新事物，参加课程，学习新知，
阅读书报杂志，高抗氧化，番茄、花椰菜、洋葱、葡萄、甜椒、菠菜、小蓝莓。另外，有关失能，就是身体某个器官或功能丧失，但患者本身意识可能是清楚的。像这样的失能警讯和预防的饮食、运动，可以参考这个影片。失智症的病程真的是漫漫长路。以阿兹海默症为例，从脑中病理变化产生，到被医师诊断为失智，期间将近20年。在这之后，病人还可以再过10年以上的生活。失智没有标准照护，只有特殊照护，因为脑部的运作功能非常精细，一旦出现问题，症状也更加的复杂和多样化，而这些都是会让家属疲于奔命，承受众多的压力。如何与失智症和平共处，照顾者彼此心得交换，是非常重要也很需要的。在这一条漫漫的长路上，不管是被照顾或是照顾人的，都有着无法完全宣泄与道尽的辛苦与难处，旁观者也请体谅照顾者的压力与负荷，用爱和包容实际的协助，一起走完这段漫长的遗忘路程。我是乐乐，如果你不太了解失智症，希望这集影片让你对失智症有初步的认识。如果你现在是失智症照顾者，或是曾经陪伴过失智症患者，对失智症的照护你有什么样的建议，可以写在留言跟我们分享吗？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。